三年就变这样，？你怎么都只想到你自己啊？你没那么伟大。如果可以重新选择。虽然我现在不在你身边，可是我要你知道，你不会是一个人，我会一直一直陪着你，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，好吗？三年就变这样。你是不是留在 B 栋？他现在就是我。他留在这边，我们都很害怕。如果我们大家都被感染的话，请问谁照顾病患？你们都不会觉得不甘心吗？给我出来！救人啊！把人救活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就像站长一样，在第一线。不行，爸爸。那等病人好了之后才可以离开啊。出去之后最想要做什么？太多了。你呢？我想要跟以前一样。